特大好消息，特大好消息，丹兆国的妈妈来厦门了。为鼓励更多人去机场接机，前十名到达的铁粉赠送东北烤肉香肠大礼包，先到先得，迟到算球。我们两个现在在去机场的路上，然后我妈妈刚才已经停止滑翔了。我们迟到了。为什么迟到了呢？因为班兆国一整天晚上八点才开始收拾，他妈妈9:30到。才不是呢，是因为刘明达刚才把手机落在楼上了，又上去取，要不然绝对来得及。就一直等我八点，然后开始扫地、出床单、收拾家里。反正一会儿看见我妈，不能干，我就跟我妈说，我说刘明达不愿意来接你，所以他迟到，他故意的，我就这么说。不紧张怎么不说话？不紧张。我妈妈应该快要到了。阿姨好，来抱抱，你好。我们现在还得捞有一个特别好的粉丝，你们俩一人送了一杯。哎，你的花呢？这个摘了喝的，然后妈妈不能喝凉的，还专门给她一杯叫什么椰奶水果，特别贴心，给你买了。突然，班兆国呛住了，全剧终。